男人八不能：第一，不碰乌猫女；第二，不碰朋友妻；第三，不断手足情；第四，不忘父母恩；第五，不留寡妇窗前；第六，不说他人是非；第七，不要初恋礼物；第八，不想老婆的姐妹。你记住了吗？三农指的是哪三农？农民。农民对。农村。农村也对。耶，还有一个农，想想是什么农？女人可以忍住多久不找男人呢？今天呢，我就把女人的小秘密全都告诉你，咱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，反正也不要钱，对吧？再点一下头像旁边的加号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这女人哈就像鲜花，男人呢就像土壤，那土壤必须给鲜花提供养分呢，它才能够盛开的娇艳。反之呢，土壤没有养分，鲜花也体现不了自己的价值，对吧？所以说哈，男人和女人之间呢都是互补的，男人和女人是谁也离不开谁，你说对不对？就像那个秤砣离不开秤杆，秤杆呢也离不开秤砣，对不对？那是一个道理。重要的来了哈，提醒你一点，就是女人的年纪越大就越喜欢看帅哥，喜欢干净利落的男人。最后一点呢，我跟你讲哈，男人女人呢，他的爱都是相互的，把你们的小可爱哄好了，那是最重要的。女人满足男人以下三点，男人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你的。第一，满足男人的胃。男人是靠吃的，吃得好才有好的身体，才能更好的干事业。第二，满足男人的心，多体谅他，多关心他，多体贴他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满足男人的幸福。说女人洗澡三不洗：一，不要为了干净使劲的洗；二，身体虚弱的时候不要洗澡；三，吃饱饭以后不要洗澡。男人一生要耕好三块田，你不耕就会有人替你耕，不信你试试。第一，事业田；第二，家庭田；第三，健康田。你是不是跟咱家保姆有一腿？对呀、你不同意了吗？我啥时候同意的？我问你了，我说咱家保姆能不能干，你咋说的？我说能干呢。对呀，我干了。我的天哪，中国的心脏在哪个省份？心脏。对，心脏在哪个省份？什么洞一年四季不结冰？什么洞一年四季不结冰？洞，想想看，你说这强奸到底是啥罪？好像是违背妇女意愿就算强奸吧。睡觉去吧。你睡吧，我还没困呢。你是不是想进去？撒逼愣得了。哎呦我的妈。据说女人在床上呀都是这个样子的，尤其呢是第七个，你听我说的呀，对还是不对？这第一个呢，就是睡觉的时候呀会把内衣脱掉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喜欢把头发放下来，不放的话呀就睡不着觉。第三个呢，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呀不敢开窗户，因为害怕有鬼。第四个呢，睡觉前呀会盖被子，无论天气有多热。那第五个呀，就是喜欢在床上玩手机。第六个呢，喜欢在床上吃零食。第七个呀，喜欢男朋友呀从背后抱着他睡。你们觉得我说？小姨，你说生米煮成熟饭怎么办？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。怎么办呢？开饭！哎呦我的妈！大夫，我这个地方一按就疼。那不按疼吗？不按不疼。那就别按。哎呦我的妈！男人只要一接吻，那手啊比导航还准呢，以最快的速度放到该放的地上。哎呦我的妈！公牛配母牛，公牛收钱；公马配母马，公马收钱；公猪配母猪，公猪收钱。就包括这猫啊狗啊，配完都是公的收钱。我明白个事儿，啥事儿啊？就现在你们这帮老娘们骂男的禽兽都不如，有一定道理。哎呦我的妈！你知道女人屁股大有什么好处吗？让我来告诉你：一、性感；二、有福气；三、旺夫；四、
能生儿子哦。荒田无人耕，一耕有人争，肚里无食无人知，身上无衣受人欺。合伙租船，船会漏，两家养驴，驴会瘦。好猫难抵鱼引诱，人不交往看不透。说女人洗澡三不洗：一，不要为了干净使劲的洗；二，身体虚弱的时候不要洗澡；三，吃饱饭以后不要洗澡。媳妇儿啊，你是不是跟隔壁王嫂去洗澡了？你怎么知道的呢？你这也太聪明了吧。我聪明啥呀？你咋把隔壁王嫂的小背心拿回来了呢？你是不是穿错了？没有吧，不可能。还不可能？你看看，这是你的吗？这不隔壁王嫂的吗？呀，还真拿错了，我这就给他送过去。你一天也太不仔细了，赶紧去。哎呦我的妈，干啥媳妇儿？女人最招架不住男人的三种调情方式：一，边吻边说情话；二，咬女人的耳朵；三，霸道的强吻。你记住了没？说有一个老大爷就喜欢泡妞，有一天就去到公园溜达，哎，看到长椅上呀坐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姑娘，就上去啊搭讪，坐到小姑娘旁边，然后就说了：哎，小姑娘，你看你长得这么水灵，这么漂亮。这小姑娘就说了：嗯，是的，我妈经常说我长得跟嫩白菜心儿一样。这老大爷一听就说了：姑娘，你看看，我就是属猪的。这时候这嘴呀就凑上去：姑娘，你这么嫩，你就让大爷拱拱呗。我问你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就是你出差那几天。我出差的时候你都把他带家里来是不是？是。那我不出差的时候你俩在哪见的面？在旅店。你为什么不把他带家里来？嗯，他是农村人，我这不怕你嫌弃吗？农村人怎么了？农村人他也是我老丈人啊。哎呦我的妈，你赶紧的把他接过来，买点好菜，买点好酒，痛快的。行，我带着去。你知道女人可以忍受多久想一次男人吗？一个正常的女人呢，如果说她的心理正常，她的身体也很正常，那她是缺不了男人的。遇到喜欢的男人呢，她可能会每天都会想，就算是遇到不喜欢的呢，她偶尔也会想。